那家里的人呢就有点妒忌，因为小孩有休学了3年5年，吹出来东西都没有什么味道，让我们老年人呢凭着什么去赢那个年轻人呢？那技术肯定没他好，可我们有感情啊，我们历练半生啊，勇马天涯，我们吹出来就是有味道。那真正的困难，因为香港是小的地方，你在家里面练习其实是真的是造成不大不少的困难啊，不光是隔壁啊啊，上一层的下一层的，基本上都是联名去投诉的，就是哇好吵好吵，有些小孩要睡觉或者是要温习功课，所以一般练习的时候开始是面对比较大的挑战的啊。我不知道 Peter 你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的问题可能比你更大，因为想做的地方实在太小，而且我参加这个爵士乐团的话，因为这个乐器啊从来没碰过啊，但是一直在怕，我吹了6星期还没有吹出音来，当时有点失望，有点有放弃的意思，但是觉得我们同学大家都很认真的去。